Oh.移植老树的，移植老树要这样，移植老树要这样，要围起来，跟树底部靠近土那边要围起来，可能有加很多土，要浇水嘛。哦，长出是新枝的嘞，新枝好像都用那个胶带封起来了。你看那个枝芽，什么都用塑胶带，胶带啊，胶布胶带啊，哎，连起来红色的、啊。